全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大爱一线观》啊、呃，男生跟女生啊，基本的一些结构啊，其实很多都是有类似的一个地方啊，啊、呃，譬如说女生啊、呃、也有雄性激素，男性男生也有雌激素啊，所以这个之间的一些共同点。 基础点其实很多都是相懂的，在胚胎时间、胚胎时期的时候，事实上一开始根本两性是合合为一的，后来才慢慢走上有一点点不一样的路啊。可是到最后来的结果，这个差异性可能会越来越大。譬如说，我们讲肌肉啊，做例子好了。那这个肌肉大家看它的一个结构，看起来都是类似男生女生差别并不太大，但是呢，也因为它整个的一个生活面啊，各方面的一个呃，这个呃。 让他的一个成长度，意思就是说，某些肌肉比较健壮的那样的一个差异性会慢慢显示出来。所以虽然都是有这样的结构，比如说臀大肌啦、啊、三角肌啊等等，都是有这样的结构，但是呃、啊，男女生还是差异性会很大。所以这个表现在握力上面呢、啊，就是我们要握东西这个男女肯定是有差别，而这个差别实际上是蛮大的。你看将近一点呃，就大概一点五倍啊，男生的力量是女生的一点五倍啊。 光就握力来讲解，这就告诉我们，其实还是要尊重女性的时候，不要有时候这个这用那些暴力啊等等家暴，这是非常非常不合呃不适合，而且是没有道德的一个基因，因为这差异性很大。那要不然你就让呃你你的手绑起来，剩一只啊，然后呃再跟呃这个呃。 太太打起来，这个钱呢也不对啊！再怎么讲都是不对的一个状况，就是要认知男女是有别。那这个男女有别，一个是性别上面差异，一个随着年龄我们也跟着会有差异啊。譬如说，就这个握力来讲起来，男生原来是三十三公斤，女生二十公斤。年龄大，他可能有肌少症的时候，又变成只剩下二十八公斤，哎、欸，少了五公斤左右，少了六分之一左右的。女生呢，少了两公斤，少了十分之一左右，因为她本来就比较少。 少，所以少的分量没有那么多，但是基本上这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一个肌肉的一个减少，它是一个全身性的一个问题，而不是只是握力的问题。它这个包括小腿，包括呃这个手臂，哎，它的肌肉的一个量都会减少。所以简单的方法，我们认知，你当然不可能每个人家里有一个握呃握力的测量器啊，但是我们可以。 知道说大概这个几率会减少，然后呢很简单的测量小腿肚，呃这个两手可以把它握住的话，这个就表示肌肉相对呃已经是不足的状况。当然更进一步就是我们要了解到啊。呃 有这样的一个呃取向的时候，在年纪轻的时候养成运动的习惯，年龄大的时候还是持续的一个运动的时候，这个会让我们健康的一个基石啊，有一个很好的那样的一个呃这个呃底座的话，我们上面才能够盖起好的一个建筑嘛。那所以男女之间是有别，但是男女之间也有共通的。 那个情愫在那个地方啊，譬如说看这一幅画，呃，您先想一下，您看到的是什么样的东西？这是维米尔，非常呃呃，这个十七世纪非常重要的一位荷兰的画家。他的画作里面很特别，一个呃就是内部成色，他画的东西主要以内部成色为主。另外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特质就是，它会引起你脑部的。 脑的，我们大脑的兴趣的一个画家，意思就是说，你光直接看，你好像是有一点印象，可是但你仔细再看的时候，会引引发出若干的一些呃疑问出来。那在解答疑问的过程中，似乎你就对这一幅画有更深刻的一个认知啊啊、呃，这个呃人物很简单，不仅。 也是相对很单纯的一个室内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它的光影啊，呃，它的画作里面常常一定都要有一个光影，所以光影常常都是左边这边的这个窗户这边打过来的一个光啊，所以看起来哎那个柔和度啊等等啊、呃、是让你很快的可以去接受这样的状况。好，我们再把主轴放到这样的一个呃这个人物上面，男生女生这边有一个大提琴在这个位置，那这个是呃。 维金尼琴呐，类似像钢琴这样的一个小钢琴，在这个位置，在这样的一个位置，所以啊，在这个茶几上面在摆着这样的一个呃器皿，在这样的一个位置，似乎是很单纯。可是重点，这呃、欸、这里还有一个空椅子，在这个，这个都是橙色而已。橙色这是前景，那要让你去解读的，其实最后后面的这个男女生的关系。好，您猜一下这个男女生的一个关系是怎么样？但这个女生在这里。 弹琴吧，对不对？男生在这个地方看他弹琴，就这么简单啊。男生女生很专注的在把那个情谊展现出来，让男生哎这个印象深刻啊啊这个动听的歌曲啊啊这个总是更加加进了彼此之间的那个欣赏度啊。答案是这样吗？您再仔细看一下，有没有些什么端倪让你看出来有点点不太对的一个地方啊？好，我们再把这个东西再放大给大家看一下，这个。 有一面镜子在这里，正常我们刚刚设想的那样的情形的时候，女生应该是要看着这底下琴键的地方啊。您看一下，她这个镜子里面呈现的是什么？她是看着男生的那个方向啊，所以表示她心理层面的、啊，我们之之前所预设的那个立场，跟实际上这两个男女生的呃这个心理的一个互动的情形，事实上是违反呃、啊。 真正维米尔他想要去化作，这是男有情，妹有意啊那样的一个情形啊，琴声这个只是用来衬托出那样的一个互动关系而已，所以镜子。 竟然在这样的一个画作里面担任着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角色、啊。那另外一个镜子再给大家大家看一下，请您看一下这个画作里面有镜子啊。这个现在看起来恐怕很朦胧，看不太清楚啊。维拉斯贵兹啊，也是十七十七世纪啊，呃，这个西班西班牙非常重要的一位画家。他画的这是小公主。好，我们把中这个中间这样的一个主要的地方给大家看一下。小公主在这里，五岁而已。好，镜子。 镜呃，这个画这个小公主的这个情形呢，是在这里镜子在哪里啊？大家先先看一下这个呃画家，这個、就是维拉斯盖贵枝啊。这个画家的一个眼神，眼睛的一个角落，他不是在画这个小公主吗？我们理论上应该看的是他画小公主吗？他不是啊，他眼神是看着前面的、啊。那前面是谁？这个是有个镜子在这里，国王跟皇后，他是画国王跟皇后，呃，这个是主要他的对象啊。 但是他用这样的一个情形啊，来去呈现啊啊这样的一个状况，那个画的其实是国王跟皇后在这样的一个位置，啊。所以你看镜子摆对位置，它可以去呈现出来的那个风貌。 啊，或者是让你去遐想更多的一些事情啊，那是真的是让人家叹为观止的艺术的心理学也好，神经学也好的那份的一个呈现啊。好，镜子啊反射一些情形啊。那我们影像上面，我们从通常不是反射，我们是直接透视过去啊，就是一个 X 光从这里直接透视过去，片子摆在后面，所以这个穿透出过来的一个东西啊，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啊，但是啊，也因为这样穿透的关系，有它的重叠性，所以电脑断层，它就是不一样，用不同的一个角度去重整那样的一个情形的时候，它就可以不是从一个单一的一个位置来去看一个事情，而是从四面八方，从一个切面我们来来去看啊，这里面到底发生什么变化？四十几岁的一个女性病人，常常就是腹痛，呃呃，这个在经期的时候肚子会痛，量也比较多的一个状况，所以当然。 骨盆腔的一个位置，我们要呃特别的注意。但是在这里，大家看到这个怪怪的，这么白色的这个一片，这么一大一片呢、啊，这么大一片，这个从正面来看的时候，这里有钙化的这个痕迹啊，在这个位置啊，这是钙化的一个很大的子宫肌瘤啊，所以这是造成啊，她、呃、这个肚子痛，还有呃经期啊量比较多的一个原因。但是不止，这个整个底下约略还是有点混。 浑浑不堪的那种感觉，所以除了肌瘤以外，本身肌瘤以外，它另外还有啊、呃，类似像巧克力囊肿那个，就是子宫内膜异位的那个情形啊。但是它子宫内膜异位的位置啊，不只是在卵巢这个地方，它在子宫这个本身呢、啊，也可能产生子宫肌腺呃症啊。这个意思就是说，子宫这个地方也有。 啊，这样的一个内膜异位，所以也会出血，造成的一个困困扰，事实上是蛮大。所以透过手术把这个有异味的子宫内膜给它移除掉，来解除它这样的一个痛苦。来，你收看，再会。